我来自中国。你好。哎。看到了。啊。不懂。看不懂。你懂中文吗？坐这里吗？我是中国的，过来拍一下你们农村上的啊风土人情啊。啊。啊。这样的，你中国听得懂我讲话，你听得懂我讲的话吗？听得懂啊？听得懂。这个是你奶奶。叫我妈。是你妈。大姐。这个是你大姐。那我表哥啊。这里是你表哥。叫我姐夫。他们都不懂中文。那是我表嫂，叫个是我姐。一家人。对，你们这一家人是住在一个大山里面。对啊，住在大山对吧？你的中文怎么学的？我中文这个学的啊，这个学自己学的。对，是说你呢？你的老公呢？我老公不在啊，不在。你老公没有啊？啊。这个是我带来的，帮我带来的这个，他也不懂中文，啊，他懂中文。你这时候就是，你一个人了？我一个人。小孩有吗？有。有啊，这时候你找一个，这时候一个人还要找个老公呢，啊？啊，没人要。没人要。对。哈哈，嫁给中国。我不怕。哈哈，能到你这里喝一瓶水吗？可以。可以啊。来，过来喝水。啊。过来喝。啊，可以喝个水啊。可以。嗯。过来。哎呀。啊。啊。哎呀呀呀呀！我还脱个鞋上来。不用脱。不，你这里干净，你也可以坐一下吗？你是喝可乐还是喝水？哎呦，今天也巧，你这里还懂一点中文。哎，你把你的一家都介绍了。不用。啊，没问题。不用。哎。嗯。哎呀，弄了一头汗。哥，喏，这个，那啊，猜，啊，今天爬了好多的汗啊，发给他猜。哎，嗯，准备哦。不要录我，我长不好看。哎。我呢，这里深入你们这里啊，了解一下。嗯，你行了，他是你爷爷对吧？他是我爸。是你爸？对。你爸好像多大了岁数啊？六十多了。啊？六十多了。born。你啊？你啊？几了？哎呀。六十四。哎呀。嗯。你们那个。哎。哎呀。那啊，坐一下，坐一下。我不坐，我嘛。哎呀，今天他把我带到这里来，跟了解了一下。不用。嗯，哎。在这个，哎呀，包哥今天弄了一头汗。啊，那个。喝点水。哎呀，他跟我倒好了，这里他一都是一家人呐、啊。好过岗，好做岗。你弟弟现在还没找老婆啊？没有。哎呀，像你怎么又来个单身的？没有人看上。啊？没有人看上。好来，哥啊，帮我喝一点。嗯。嗯，好。把老手垫了。哎呀，那喝一点来。你是中国哪里的？啊？中国哪里？中国上海。上海啊。啊。人家那边倒本没过。上海听说过吗？听说过。人家一家人家都有一个人懂中文呢。听说过，但是没去过。你帮我哎，你帮我做摄影师、做翻译算了。我开你工资啊。我不会。你不会？不行。啊？不行。你不行。这都不行，就是你今年三十多岁有吗？有了。
老啊，已经老了，三十多岁了。嗯。啊，我帮你介绍一个中国人吗？可以啊，走吧。啊，可以不可以啊？可以，走吧。啊，你大概介绍一个中国人，大概要多大的？对的，比我大一岁两岁的。你多大？可以。你三十岁有吗？我有三十多了，三十五。三十五。对。三十五找一个四十，四十五岁以下的还可以啊，啊，好不好？你今天都没看到小孩子吗？没有，没有小孩。你小孩子都没有啊？没有。啊？没有。都没在家上学。嗯，啊，这样哦，作为一个我们中国人呢、啊，到你深山里面，对吧？了解一下啊，风土人情。你还给我喝了可乐，喝了一口水，但是你啊，还是比较淳朴的啊。我呢，也不让善良人呢、啊、吃亏。我给你一个小小的红包，好不好？不用也不多，好吧？因为你喝了你这个水了。不用啊！不要，真的不要？真不要啊！真不要。因为有小孩子嘛，我想弄小孩子的。没有小啊，小娃上学。没啊。长得好。好，他不要我包个，也不给他了。我就是偶然的嘛，跑过来，小孩子没有，如果小孩子来嘛，就给他一些红包，好吗？废话也不多说，这期视频就拍到这里了，感谢家人们观看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关注包哥，带你旅行不迷路。